羊头。羊眼，掰不开呀，这个。等一下，拿它破开，这个。羊舌头。这个羊毛打不开，等一下吧。Hello， 今天咱们来吃熟食的海鲜，先来你们喜欢的大海螺，长肥了。用吗？那大杯一点，这边是硬硬的花，但是真的不会拔，拔不了，只能那么吃。
老肥了，现在。本杯。今天吃个爆辣牛窝骨，这个是辣椒油。朋友们来都来了，不讨厌我的话，把上方红心加号点一点再走，谢谢大家。咱们今天来一个海鲜拼盘，先来个这个开开胃，这叫沙拉蟹煮棒。来只红蘑，一点都不能浪费，太美味了。今天咱们就吃一个原汁原味的。这给你，没事，又造着了，吸个下。还是熬虾，熬虾我也给你了，够不够意思？谢谢。等会儿我先逮一个。
我这能忘拿这儿了呀？给它粘一下，一个纸没有。这个原汁原味，它也特别甜。谢。放这个呢？还有吗？先垫下吧。你那头好，蓝死了。这个鲍鱼大。再求你了吗，妈妈？再求你了吗？妈妈。爸爸。妈妈。我求你了吗？我求你吗？拜拜。牛骨髓。怎么抠不出来这块？这块抠不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鸭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今天咱们吃海鲜拼盘，先来三文鱼。这个是熟的香螺，没有筋，也就是说它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吃。
姜母蟹，哇，老肥了。嗯，哇，妈，太肥了。嗯，哎呀，别说，全是黄，我天，黄太香了。盖里边都是满黄，哇！牛骨髓，好久没吃了，今天来吃个牛骨髓哈。这个都掉下来了，品牌来了啊！今天咱们吃螃蟹，今天买的是公蟹。好，该吃掉。这个公蟹肉不太好吧？你今天买的螃蟹太馊了，给你吧。我再说，个头是大，但是瘦，跟家老爷老娘们形容。掉个腿，我去，嗯，你这里边给我放葱花干啥？你来一个吧，葱花一块都得了，这个肥的给你尝尝，来来来，
哇，看着，给你往镜头上钱行不行？我去，这肥哈，啊，就蟹，就水原味的蟹。来，大宝贝出来了。哎妈妈，我也录视频。你也录视频了？我今天就帮我来点，这不帮我今天录视频。好。刚才去尿尿，我先尿尿，赶紧录，赶紧录。这原件里也就好，是不是？嗯。